当你的百岁女友因为爱不爱闹情绪时，看会撒娇的小公主奶奶如何拿捏爷爷的。请问你看着快站在咱这个角了，不热情不？当不热情你。你请问不缺你我多断出去你。你把我断出去大伙不知道。我也不能。我现在有一切的我不缺我不缺。以后我就赶紧他不缺一个。一辈子不挂你一句不打你一句。那我就走吧。我也是离不开啊，谁也离不开。闺蜜，我八十年前就说过他不靠谱了。